宣布领表的隔天，赖清德第一步选择到天坛参拜。蔡英文眼看选情告急，现在被爆出疑似想用国营事业肥缺绑派系拉拢人心。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证实，台水董事长下周将由前彰化县长魏明谷接任，圆山饭店董事长由苏系前立委林玉生接任，台湾烟酒董事长将由前云林县副县长丁彦哲接掌。其实一个多月前就传出魏明谷将接任台水董事长，还有没有想要说再回来选立委？这个我不会啦，因为都每一个区都有人要选。第二个我也当过三届的立委，我不用去，不用回国去跟人家讲。不止英系大将陈明文率领27位民进党立委现身力挺小英拼连任，现在还传出蔡总统想用肥缺拉拢派系整合选票，选边战拼2020的烟硝味已经弥漫民进党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